是时候放下大概只能感动自己的执着，给那些新鲜的血液让位的时候了。我要加入 ZG DX 战队。上！明神居然在这个地方出现失误，他的手上又复发了吗？我们现在场上只剩下简阳和龙思成了。我们看这波操作，简阳扛下了龙思成 ，ZG DX 团灭，简阳四杀！我的天哪！哦，真是太可惜了。ZG是一鼓作气，飞上高地 ，ZG DX 回天无力。我们看到明神快要复活了 ，ZG DX 还有没有机会呢？一波了！你的表哈复活了，没有机会！恭喜新时代战队！你没事吧？ 今天我有一些道歉的话想跟大家说，可能有些人已经知道了，我最终还是决定暂时告别这个舞台。那个时候啊，在大部分人眼里，打游戏就是不务正业，是没有前途的。他们都会面带疑问地问我：电竞是什么呀？这电竞有未来吗？这是我的梦想，职业电竞。 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。在这短暂又漫长的拼搏时光里，我跟我们战队的 Chessman 老猫、老 K 还有小胖一起，我们跌倒过，也爬起来过。我也是在这一次次的荣誉和低谷中，找到了人生中的位置和方向。但遗憾的是，今天我要把我的梦想给放下了。 今天这场比赛的失败，也是现实在告诉我，是时候放下大概只能感动自己的执着，给那些新鲜的血液让位的时候了。我希望有一天，我们 ZG DX 战队拿到那座奖杯的时候，我还在，你们也还在。现在，我。 余明 ，ZG DX 战队成员于本次春季赛后正式登记退役。明神！ 加油！明神，我们永远支持你！明神，加油！我要加入 ZG DX 战队。 这世界很酷。